是超级棒。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，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波波手，他们黑波波手，哎，好，蛮快速罢了，谢谢啊。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是超级棒，是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，身体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
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，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You give one cookie， 第二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You give one cookie，You give one cookie，You give one cookie， 哎，哦，非常抠鼻，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不是这样，然后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，意思。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。对。哎呀。前戏舔 B 哈，舔那个 boogie， 那个舔 boogie 怎么讲 ？Nuts nuts to boogie。啊 ？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Me nuts nuts to boogie。哎。哦。好了啦，这不做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，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牙，我刷牙都用舌头。舞蹈是比一比。